本分局在3月6日晚上18时50分接获民众报案指称他的家人遭嫌疑人强行载上车掳走经本分局启动拦截围捕于19时20分当日的19时20分在田尾乡中山路与民族路口拦截到这部车辆。经了解，被害人是因为债务纠纷遭两名嫌疑人强行掳走现场本分局立即逮捕这两名嫌疑人，另查获本票以及借据等相关证物全案依妨碍自由、恐吓取财移送彰化地检署侦办。本身这个被害人有没有什么伤势的部分被害人的身上目前是没有明显的伤势。OK。炸花，炸花！靠边，恁伫遮坐去啊！好，下车！毛叔，毛叔，毛叔，毛紧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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搞完了。毛叔，毛叔，了解者，了解者。好，恁了解者，恁就是了解。你有带武器无啊？无，阮会惊的。拢无。是啥物代志？你是啥物代志？你家己个梦，你家己个梦，啊！昨六日18时起，一名神情慌张的老者到本分局北斗派出所报案，称其孙子因为债务纠纷遭人强行带走。本分局获报之后立即启动拦截围捕，在田尾乡中山路顺利拦截到该部车辆，救出被害人，并且在嫌犯的车内查扣本票、借据、手机等证物。全案依法移送彰化地检署侦办。